二三，说必是。When we were so young， 我梦到当时，我们漫步着满头落花，沿途绽放，我们光脚越过热切荒唐。We still beat my song， 放学的路径上。如果1997年的3月29号，怪兽、玛莎、石头，当时还没有怪兽，如果没有站上舞台的话，是不是现在还会有五月天呢？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五月天的话，现在的你又会做什么呢？你可能舒服的在家里追剧，或者你今天还是来到台南，正和朋友在逛夜市。也许这世界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不一样，但是我想说，因为你们，我们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。我们五人有一个共同的生日，而在今天，我希望邀请你们加入五月天，因为加入五月天永远不会太迟，不是吗？再过几个小时，再过一点点时间，你们的生日就要到了。我希望在未来的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每年的3月29号都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日。现在我们一起迎接，好不好？收。1997年3月29日出生。1998，1999，2000年，2001年，2002年，2003年，2004年，2005年，2006年，2007年，2008年，2009年，2011年，2011年，2012，2013，2014，2015，2016，2017，2018，2019，2020年3月29日出生。